当时我告诉你，他们三个人过来打我，然后我就左躲右躲，左躲右躲，左拳右拳，结果全被我撂倒了。还有人拿着武器，然后还有人手里拿着刀。我去，当时我就慌了，我想有武器怎么办？然后结果我就想把他刀给夺过来，我一个空手夺白刃，然后上去一个电炮，然后一脚就把他踹开了。后来他们三个倒了之后，又叫了三个人过来。三个人加三个人，一共就六个人围着我，怕什么呀？哥们，我也练过呀。然后结果那六个人围着我之后，我就想了想用什么招数把他们撂倒。结果我想，最开始我第一下之后一脚蹬飞一个，后来以后我又飞倒一个，然后再过来以后我一肘，然后又一肘，然后又一脚，然后左拳右拳，然后哇！看什么呢？你还记得以前我们在傅西柏那里合影留念吗？哦，记得。怎么了？可惜了，真想再上去看一看。好说呀，我帮你。这怎么行啊？腿都已经变成这样了，哪能上得去？有我呢，我背你啊。来，上来。你疯了吧？上了那么远。别废话，上来。不要了，我只是说说罢了。你怎么这么啰嗦？上来，走。哼，白痴，傻瓜，笨蛋，弱智，脑残，你神经病啊！空气真新鲜，好久都没出来了。呵呵，幸福吧。哎，你看那边，那边有鸟。是是是。哎，我刚才看见松鼠了，就在那边。大姐，你能消停点吗？你杵着我腰子了。说关于这夫妻百有一段美丽动人的爱情故事吗？我讲给你听。就是在很久很久以前，有一对很恩爱的夫妻，她的丈夫呢受征去了战场，他的妻子每一天都在这棵树下等着他的丈夫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多年的征战，她丈夫身负重伤，而且还瘸了一条腿。可是值得庆幸的是，他们从此以后过上了幸福的生活，一直白头偕老。这两棵树见证了他们不离不弃、忠贞不渝的爱情，所以取名为夫妻柏。很感人的故事。